启示录22:12-13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米伽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这两节经文再次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将会再来，而且很快就会来了。主耶稣是赏罚分明的，义人得奖赏，恶人得审判。忠心跟随主耶稣的信徒将会满有喜乐，而那些不忠心的人将要被惩罚。作为信徒，我们需要时刻反思，我们有没有忠心跟随主的脚中行。